老板娘过来了，这台宝马啊，哎呀，哎，厉害呀，老乡哦，哎，老乡，我是桂平大鹏的，大鹏啊，啊，大鹏，大鹏啊，大鹏啊，啊，哦，大鹏是平南，我妈妈是失望了，哦，失望哦，哎，我来啦，你跟小凤讲，嗯，小凤，喂。你在家呀？我是你粉丝啊，你说。我是你的粉丝，我从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接到我了，接到大凤姐姐了。她今天她幸福了，她了，有两个小凤在这里。两个老婆啊，难搞啊！啊，那马上到了啊！嗯，哎，又来一个富婆了，小凤，你真的是单身吗？啊、哦，好多人不相信啊、哦！啊，不相信啊！对吧？看到你都像二十几岁了，还没结婚？没有啊，单身哦。哇，人要美，嘴要甜，长得这么漂亮，富婆相，谁娶到你有福哦？谢谢。是的，谁娶到我有福气？那柳州话犟的得。啊，呆呆呆，犟的呆。是你司机吗？开车的那个？没有，是我的搭档。他很喜欢你，他是你的忠实粉丝，天天看。哦，天天看。天天看你。哦，天天看我唱歌。又看你，他讲他要跟你唱歌。啊、哦，还说光哥难搞啊，两个小凤是吗？等一下我跟你讲哦，他说今天好玩啊，今天当男女友啊。啊、哦，厉害。哎，他是不是迷路了？这么笨呢？怎么到这里还走失路？哎，你就告诉他，往前面走十米要拐。山上人，淮山。淮山面。淮山面。对呀、啊。在前面一点可以拐过来，啊、这里叫路口就可以进来。哦。哎，这样，哎。咋都没看到？哎，没关系的，没关系。嗯。有没有漂白粉的？这个这么白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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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漂白粉。没有的，放心，可以放心。嗯嗯嗯，这个打火锅炒啊，都可以。这个是你们自己做的。啊，对对对。这个是，哎呀，今天来这里没有什么，来订个红酒给你啊。这个是原装原瓶进口的。啊，这也是我做的。认识小凤啊，就是上辈子修的福气。哎，你不要，应该是说，你命中注定你会有两个小凤的。